想到祭典的是你啊，最近成绩比较不稳定啊，压力是很大吗？哦，对，最近压力还蛮大的，感觉就是遇到撞墙期，就觉得自己唱怎么都唱不好这样。那怎么寻求突破？其实我很感谢我们的学姐庭筠。对，因为他最近啊，就是给我很看我这样很沮丧，然后就给我很多的鼓励。是是，以他的经验，他也曾经有撞墙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他可能这个疏解压力的方法是应该找冰箱吧。翻冰箱啊，没有，他教我就是说啊，先放松自己，然后就到户外走走啊，散散步。然后今天也感谢妈妈，就抽空特地来现场看我录影。哦，那你会不会更紧张？不会，其实妈妈在我比较就是有信心。好，那今天带来的歌曲是？今天带来游子涵的《感情无底线》。哎，到底呢，欣赏。好，慧如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哈，因为它很好听，所以呢，这个在比赛场合呢其实很适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听出你有一些破绽，就是你的声音很虚又很细，所以你应该把你的声音再练厚一点。那到了副歌呢，它其实要比较放的在唱哈，虽然你很尽力，但还听起来我觉得那个强度还是稍显弱了一点点。那另外呢，我要再跟你讲，就是你的换气点呢，我觉得你也是要斟酌一下。有时候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你要逼自己，就是说我要一口气唱完这一句，而不是想换就换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像那个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好，你这边就会换一口气。那这其实可以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可以一口气唱的嘛。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心肝的暗暗叫你的名。好，其实你要逼自己可以一口气唱，多把它唱到完，其实慢慢还可以增加你的肺活量。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觉得今天选这歌选得很不错，好，所以分数上会还不错。但是你小心一点，因为台语歌很多都是比较厚重的歌型，以你这样的嗓音的话，其实要撑出那样的歌的话，其实会有点吃力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哈，谢谢。刚刚刘老师说这首歌好听，是谁写的？是？对。哦，这首歌是曾经老师。一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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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大作，这归你请下来。这首几十个，都三十年啊，二十几年啦。是。对，那个旋律啊。一年前都住在那个什么南台湾嘛，那个小姑娘。那我是想写一个，因为闽南歌一般都就是像那个罗老师讲比较沉重啊，什么的。那我就写一个较简单，比较属于少女换气的地方啊，因为你换的太明显，
如果你来不及，因为有其实有人是什么，比如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我在想什么，你看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我也放弃了，你就听不出来了。因为其实唱歌我的见解是要唱出画面来，譬如说空间里有低脉啦，低脉，比如说这个所在低脉，你一步一步走，我一寸一寸听，比如就你一步走，你要唱的让我觉得哎呦他已经走远，你一步一步走，我一寸一寸听，你点点走出我的头寸给别想掉，生命啊，大家就听起来就会觉得，哎呦，那个人走了啊，我们还留在这里，那个气氛就差很多哦。这有时候是骗人的用，以前我骗麻子用这一套，我那边去啊，我去赶快，我对吧？我不知，什么你不知？这头咱两个共同的。那两个发电啊！什么你唔知道？你起码侬，什么你拢无咩承认？无咩承认？对，这个其实唱歌就是讲究这么多当中，你得了解它是有个画面的。而且这个歌还蛮适合你们这个年纪，一般都是说像郑大哥讲的，一刚开始，其实很多情歌是要经过很多历练的，对，谈过恋爱。不以你这种年龄，这个歌是蛮适合。选的很好了，是等于说是以前也是老师定做给他们唱的。是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分数了，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我们看赖慧茹可以得到几分？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1, 2, 3, 89.3分。老师平均分是17.9分，陈英杰老师跟左岸老师比较高，18分。稍微休息一下。